友在上海街头偶遇张雨绮与张贤豪二人的身影。当天张雨绮身穿白色流苏裙，二人打扮十分低调。他们从某别墅小区的售楼部出入门，看来两人交往稳定，已将买新房入爱巢了。张雨绮与张贤豪现身上海街头，他们从某别墅小区的售楼部出入门。据悉这座别墅小区均价约12万元每平米，总价在5000万至1亿5000万。当天张雨绮穿着一张背心直筒裙，上面还缀着流苏，显得有些累赘。这身穿着让一向身材有点健硕的张雨绮更显虎背熊腰，腰间还有点隆起，一不小心让人容易误会有情况。张雨绮现身上海某小区售楼部，看样子是打算买新居。二人离开时，售楼部的经纪人还殷勤护送他们出门，这应该算是贵宾级待遇了吧。离开售楼部后，虽然天下着雨，张雨绮与张贤豪仍然很有闲情逸致逛街相处模式，俨如一对老夫老妻，感情相当要好。